现在收看的是由 KTSF 就是台为您现场直播的大学生篮球联赛，由旧金山大学主场迎战冈萨加大学。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员李鱼。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中华队的前国手，他也是我们加州非常有名的篮球教练洪军镇洪指导，跟我一起做现场的解说点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洪军镇教练。我们先来看一下两队的排名情况，现在冈萨加在全国排在第五的位置，然后现在来看的是冈萨加大学的出场名单。好，旧金山大学的出场名单是三号 Matt Christian。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在中圈跳球。好，旧金山大学率先拿到球权，我们看一下，现在是杜令在控球。好，率先取得两分，交给时间好那个高调篮下哈，好，一个灌篮很漂亮，现在所以他们以内线打法为主哈。Olynyk 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球员啊，对，身体素质都非常好。都灵的外线是也不错啊，只是找不到。好，这个助攻跳了，哎，二加一的犯规。这段时间这个旧金山大学打得很出色啊，很漂亮，几个篮下突进啊，反击的不错，对。好，本场比赛结束，冈萨加大学最终是71-61十分战胜了旧金山大学。那我们本场比赛的解说也差不多快告一段落了。新年快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Happy Chinese New Year, San Francisco. Gong Hei Fa Choi. Happy Year of the Snake, KTSF. Mai Nia Lo.Introduce introduction of yourself, please. Yeah, my name is Scott Sidwell. I'm the athletic director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You know, he's big. He moves well. He's got good hands. You know, as a basketball player, he has a good basketball IQ, and he's getting better. And so with that, you know, he's certainly a good fit for us. 来美国大概快一年半了吧。之前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州，然后在那儿待了差不多八个月。With his size, at 6'11", good hands. A very intelligent player.